性，他们是有关系吗？应该是有吧。因为我一他是一个一倍的啊，一倍的，对，啊、因为这很高、啊。释永志嘛，释永信嘛，这都是永字辈的。那么我刚才看释延仁，那你是言字辈的。那据我了解，言字辈也算是辈分还是比较高的。是 啊，因为是永字辈下面的。那么您这个这么小的年龄，怎么有这么高的辈分？他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师傅给的，我就接受了。我问一下言仁，你紧张吗？不紧张。可是你明明在紧张，那你觉得刚刚旁边的这个大哥紧张，还是你更紧张一些？他们俩都紧张。我不善于言语表达。你只用搏击来展现自己的风采，是这意思是吗？是。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个组合叫紧张二人组。对。然后一上来，这大哥呢就开始抽裤子。我觉得。然后这个弟弟呢就开始往后退。对呀、啊，你这是搞得主持人完全没法工作吧？但是不是？主持人很尴尬嘛，是吧？没有哥哥，我觉得我不干了。哎，别！我并不干是吧？没有，我觉得很期待，因为是这样的人，他甚至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是表现的羞涩，但是待会儿真的在这个赛场上又体现出什么样的一种状态，这是大家很期待的。是吗？方面老师也这样认为吗？因为我之前也紧张，我现在也是那样，然后不善言辞。哎呀，得了吧！但是越是这种人，就是越是身手不凡。哎呦。哦，像他们也会是这样的。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就是平时不善言辞的人反而身手不凡。对，那你的意思是洪湘老师这个身手一般吗？不是，我话也少。但你话少吗？我跟你话真多啊。洪湘老师开玩笑啊，洪湘老师不是话多，洪湘老师现在是全方位发展啦，啊，又拍电影当演员，这一定要话多的嘛，是吧？方便老师出歌了，已经四首单曲了，一定要话都多了，所以说你们也要加强锻炼，是吧？武功要好，同样要善于表达，好不好？来，两位，请做准备。一位是少林寺俗家弟子，一位是环卫工人，一个37岁。一个22岁，一番龙争虎斗马上开始，有请场裁。
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比赛结果已经产生，红方优势获胜。真的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，我们首先掌声送给岩人，好不好？休息一下。